山里的露珠，等待着阳光。我不怕承受那迟来的这份错，当悲欢靠近的时候，清醒或醉，不在乎你是谁。悲欢岁月，缘起缘灭，今生我俩梦已尽，只待来生，只待来生。今天想送来给你吃啊。王爷，老大，老总，大总啊，短卫，王爷，你认识我老大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作风有点像流氓？不咯，老大，你的作风啊才像个英雄。赵斌，我可不希望我爸爸是个躺在床上满身刀孔的英雄啊。火炎，我有话跟导卫谈，你先出去一下。导卫，老大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海滩。猜猜你跟韩翠小姐的事情，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青龙老大儿子。赵爷，过去就算了，我们两个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嘛，对不对？王爷，我坦白的告诉你，我到现在啊还不知道到底谁在幕后在指使我。那总该有个人给你下命令吧？有啊，是那个叫陈武总的。那他人呢？我去修理他，打到他爬不起来。哎呦，老多，已经来不及了啦！人家陈武总上个礼拜就已经出国了。哼，你看看，这个小子怕我修理他，先溜了。哎呀，爸，
我拜托你好不好？我的事情你不要管了嘛。哎，我是你老爸呀。老魏，嗯，帮我叫一部车子。哦，慢慢。爸，你要叫车子去哪里？你伤这么重啊。我怕我的仇人找到这里来，我不要连累你。笑话，我怕的话我会把你带回来，何况你是我爸爸。对不起，我插个嘴，火炎了，江湖上的事情啊，你不太懂啊。我也不想懂，这种事情留给你们自己去伤脑筋好了。我从昨天晚上值大夜班，一直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睡，我困死了，我先进去睡了。老魏，啊，下一步车子。我希望你把钱收回去，人留下来。钱留，人不留。不需要这些钱。我知道，你觉得这个钱太肮脏，对不对？我也不觉得这些钱充满了血汗。钱不会肮脏的，就是看那个人怎么用法。什么发现新大陆？这是我大妈在世的时候最后住过的房子，是不是闹鬼啊？为什么要贴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符咒啊？那是我爸的隐私权，你有胆量你自己去问他。迷信，我要去把它撕下来。孙爱，讨厌了，你在吓我们饭，今晚上陪我们睡觉。才不呢，连我爸晚上都不敢在这里过夜。真的啊？嗯，我告诉你，前一阵子我跟韩翠溜进去里面，看到一个比鬼还恐怖的女人呢。真的？嗯，我跟顺爱进过那个房间，在那书柜上看到很多符咒，感觉有点怪怪的。我们去看看吧。走嘛，走啦。符咒啊，符咒！符咒啊，符咒！你想封住什么东西呢？封住岁月的传说，还是封住岁月的嘴巴？宝林，快走！看你这样自言自语，一副被邪魔附身的样子，快走！翠，刘伯伯，韩翠。你现在是二嫂，你带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？不像话。顺仁呢？已经两天都没有看到三哥了。赶快找到他，限他24小时以内回台北向我报到，我有很重要的客人要来。是的，爸。刘伯伯，宝玲啊，你这里住的还是习惯吗？习惯，就是顺仁和韩翠都不陪我。好好好，我以后啊。叫他们多陪你啊！谢谢刘伯伯，我现在就回台北了。嗯，好，好，刘伯伯再见。好，再见。走吧，走吧。这几天我去找你，你怎么老躲着我嘞？哎，你这伤怎么了？没什么了，工作啊，难免，没什么。走吧，跟我回总公司了，这个地方会磨掉你的志气的。我很感激你，你想帮我。可是如果你真的想帮助我的话，就不要在你父亲面前帮我说好话了，这样只会增加我工作上的阻力。你打算爬到什么时候才爬到一个科长呢？自己会努力。顺来子吵着要见你，小心小女生的心理哦。三哥，别急，女生追男生没有追不上。讨厌了，三哥。喜欢就追，到追没什么好羞耻的。
三哥总是故意消遣我。快点啊，我叫你快点了，你等你啊，等你好久了。伟爷，师妹，伟爷，我跟我们自己去喝了，你留在这里吧，啊。师妹，这里不适合你来，我送你回台北的家去，走。韩姐知道我要来看你，特别要我问候你好。苏然，你是白雪公主，你应该找一个匹配你的白马王子才对。我不想做七个小矮人之中的一个。你讨厌我，也不用这样讽刺我啊。苏然，你我是地球的两极，中间隔着千重山万重水。我知道你很善良天真，可是这并不能改变我们未来的结局啊。说来，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可是言情小说里面的爱情革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说来，你一个人在这附近走相当危险的，我送你回台北的家去吧。你不理我，我才危险。顺爱，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妹妹。我以为你会用浪漫的话来安慰我，没有想到你却用最老套的话来伤害我。顺爱，虽然这话是老套，可是也是最直接最容易让对方明白的话。你气韩翠嫁到我家，也不用拿这种态度来对待我啊。我跟韩翠只是朋友。你骗得了你自己，骗不了我，因为我也是女人，女人对感情这种事最敏感了。你是不是认为我太不含蓄？苏然，你真的是个好女人，我喜欢你，可是最多只能到兄妹的界限，因为我实在不愿意看到你痛苦挣扎在情感的边缘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男女之间的爱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。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子很好啊。走吧，送你回去。回去哪里？回去你的世界。顺孝，没事，你去睡吧。对不起，吵醒你了。我就把火炉关掉，这样就不会呛到你了。不要搬，韩翠，这样你睡隔壁也会冷啊。我想我跟你挤一张床，你比较不会冷。不行啊。为什么？以前我都是跟我妈挤一张床啊。不行就是不行，你只能睡书房。我们又不会怎么样，你紧张什么？韩翠，我是怕我把持不住。有那么严重吗？那我偏要试。韩翠，你不要这样逗我。你不了解男人，我们不能超过界限。你好有趣哦。我换衣服，你把头转过去。我喊你挤一张床，你又不肯。你要我把你当哥哥看，又把我当老虎一样避之又恐不及。为什么？所以你不了解男人，每个男人都有那方面的冲动，你懂吧？我只想在精神上拥有你，不想在肉体上拥有你。再说，我曾经答应过你，将来要让你以完璧之身，再嫁你心里所想嫁的男人。我说到，我就一定要做到。
我也是个有七情六欲的人，而你又是那么的让我心动。你的一举手，一投足，对我来说都是个考验。我已经嫁给你了，我就是你的妻子了。虽然我爱你，想要你，但是我必须为你的未来设想，为你未来的每一步设想，因为你是那么的值得我珍惜。我不能贪图自私的欲望，而将你的一生幸福做筹码。我就是太爱你了，才不愿将你的一生幸福浪费在我手里。盛孝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不应该以开玩笑的态度逗你面对这件事情。我，你还这么年轻的，什么事都不懂，就被邀约到我们家来。韩翠，我看得出最近你变了，把你林寒翠原先所拥有的坚毅和天真的特质全都压抑得不见了。你还这么年轻，不应该有这样的卑劣。寒翠，我们把门关起来，在房间里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把那虚伪的面具扔掉多好。盛孝，你让我觉得你是人心最后的一个鬼卒，而我却渺小的配不上你。真的，见不到人，你都到哪里去了？总之不是回老家就是了。那里有韩翠跟宝林，全都是让我心烦的女人。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？我能够有自己打算吗？爸，当然了。你不是要等着结婚吗？我只好趁现在单身的时候出去拍拍照。哎，你的相机呢？掉到河里边去了。掉在河里，人总有意外嘛。哦，对了，爸，我前几天到仓库里边去找虎爷，他被你整得很惨。不过就像我告诉过你的，虎爷是个人才，你用不上他，你会后悔的。嗯，我会考虑的。刚才董事长他在跟我提起你的事啊。我什么事啊？他有意思啊，要调你回总公司，也许可以因此啊查出到底是谁要整你。爸爸年轻的时候啊，救过董事长，也在董事长手下做过事。后来，
爸为了董事长也进去关过，不过那个都是日据时代的事了。原来还有这么一层关系。我爷呢，这次你爸爸急着找你跟你妈妈的下落，出来之后啊也都没有跟我们大家事先联络。请坐，请坐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喝杯开会。谢谢，谢谢。真没想到青龙兄有这么一位杰出的公子。那也夸奖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个人的意思嘛，是希望青龙兄能重新回来，帮我管理货运站的事情。这，至于回嘛，他在基层也表现得很好。很多工人都对他很服气，所以我决定从明天起把他升为货运部的第二科科长。侯爷呢，还不赶快谢谢董事长。谢谢董事长。不敢当。爸爸，春眠啊，侯爷表现得很好，所以我从明天起把他升为货运部的第二科科长。恭喜你江科长。谢谢。你怎么了？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没事。你升了科长，应该是高兴才对啊。是应该高兴，可是我不希望是因为你的关系啊。我的关系？什么关系啊？你想想看，我。我知道了。我不要以为我这个流氓的作风来牵连到你。好，从今天起我搬出去给多位置，免得伤害我们父子的感情。还是以你为荣。顺孝，昨天爸爸来过，他说我们的出国手续已经办好了，等你稍一退，我们就到东南亚去。以前我一直觉得，如果我走了，我也会毫无牵挂地离开人间。现在看着你，我的心好痛。我常常在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夫妻像我们一样相敬如宾，患难与共。也常常想，不晓得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做丈夫的像你这样子对待他的妻子。你看，你又来感动我。我说的是真的。顺孝，我好想拥有你的孩子，让我成为你的妻子，让我怀有你的骨肉，让我怀有人心最后一个贵族的骨肉，好吗？这样我才有勇气走完我的一生。不行，韩翠，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嫁人。顺孝，我以后不要你再提这一句话。好了，你回书房睡觉。不，我要跟你睡在一起，我要你抱着我。顺孝，请你别拒绝我，我是你的妻子，我这么厚着脸皮求你，难道你还这么坚持吗？顺孝，我要你再幸福的嫁人，
是因为太爱你的缘故，你懂吗？我不要懂，什么事情碰到药我懂，他的背后一定很残酷。如果来世我们有缘，让我投胎成你的孩子，安全，答应我好。我不要你当我的孩子，我要你当我的丈夫，我以后不要再听到死这个字。韩翠，我们不要忌讳谈死，这样我才能死得安心，死得有梦，梦想着我的韩翠将来找到如意郎君，生一大堆孩子。你就是我的如意郎君，我要为你生一大堆孩子。韩翠，你一定会是个坚强有爱心的母亲，能当成你的孩子，被你抱着哄着腻着，应该是无限甜蜜的梦。我不要梦，我只要你，我只要你顺孝。天怎么没有陪宝玲呢？都快要结婚了，一点都不懂得尊重她。尊重她？你不但不尊重我，简直不管我的死活。你几天都不见人，去了哪里？当然酒家了，还会去哪里？我要签那屁股花账，全用你的名字。我是你儿子，你会的，我全都会的。男人是生来征服女人的。不是被女人抛弃，失恋了，到风月场所走一走，多玩几年，你就会知道，其实女人都是一样的。这是你的人生哲学，我全都会了。你跟宝玲结婚的日子已经选好了，还一个多月。爸，我们家不是屠宰场，为什么决定我的生死也不能够让我选择呢？你从小，我们必须接受你前卫士的管教，要我们去日本读书。没有人敢反抗，你要我们回来结婚，也没有人敢反抗；你要我们嫁谁娶谁，更没有人敢反抗。连妈跟大妈在的时候，也不敢反抗。只有我，我一直想反抗，可是每次都失败。我失败的原因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，是我根本反抗不了霸凌无上权威士的命令。明白就好。父母亲的权威，是子女必须服从。服从就是你唯一的孝道。不是，服从不是唯一的孝道。服从是子女唯一的孝道。每一个父亲都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，你也一样。以前你说什么，我都说好好好。那是因为我敢怒不敢言，全忍下来。今天，我不会让你再支配我的未来了。你的未来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娶宝玲。要娶你自己娶好了。闭嘴！马上去给我刮刮胡子，洗洗脸，好好睡一觉，养好气色。你有的是钱，你可以花钱买几个媳妇回来侍候你的儿子。你也可以花钱买几个儿子回来替你使唤。我知道我反抗不了，但是我可以不合作。有本事你就死在外面，不要回来。知道你是谁，我有阴阳眼，我看见你背后有两个冤魂呢。你疯疯癫癫说什么啊？你妈妈跟你大妈就是被你爸爸害死的。你要为你两个妈妈伸冤，他们是被冤死的。你放开我。为富不仁，残害人命，还有很多人会死在他手里。我爸再为富不仁，也不会残害人命的。你爸爸害死太多人，
在不在？二哥不在，你找他有什么事？我有事情要问他。他身体不舒服，二嫂陪他去医院。世仁，我妈妈和我爸爸下礼拜就回来台北，你一起陪我接飞机好不好？再说了。三哥，对不起，宝莲，我爸的意思我有事情。世仁，爸爸已经找你好久了，爸爸交代过，一见到你就要你马上回台北。不，我应该吵架了，他骂我有本事死在外面不要回来。哎呦，三哥，很多做父母都是这样骂自己的孩子的。我已经不是孩子了。那你更要服从爸爸。全家上上下下，只有你会像小鬼般的服侍爸爸。你为什么不跟我台北去呢？要你那人见人讨厌的尾巴。谢仁，大嫂没有恶意。好了，我心里已经够糟了，你还你一句他一句的说我，我连为我自己争取安静的权利都没有。谢仁，谢仁，宝玲，别理他。顺人的个性还不成熟，就让他去吧。没吃过苦的少爷，总是动不动就耍个性。顺人不是。宝玲，我三哥啊，最近在闹情绪，你让他点了。顺人是不是不想和我结婚？你想到哪里去了，宝玲？我。一个女人想不开，竟然还敢不要命地反抗我。如果你要为女人死，不如我来打死你。你打死我好了，打死我之后，爸，你可以冷静地想想，为什么我宁可死，也不愿生在人人羡慕的家庭里面？因为当你的儿子，你讲句真心话的权利都没有，你选择自己婚姻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也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钱钱钱钱。我问你，你今天躺在这个一流的医院是谁付的钱？我承认钱是你付的，但是世上有很多东西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。爱情是不是？等你拥有跟我一样的财富跟一大堆女人的经验，你才有资格问我。我不懂为什么我不能够生活在个安乐的家庭里面，我偏偏生活在刘家里。你生在刘家有什么不好？你这个不孝的孽子，老天会代我惩罚你。老天爷已经在惩罚我了，因为我们的家就是会遭天谴的家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顺孝跟顺宗的忙是爸害死的。谁告诉你的？说。你软禁我在台北的七天被我听到了。哼，我看是我的车子把你撞成神经病。爸。进去吧。
雪人哥，你没事吧？嗯。我累了，想睡了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安静，我想留下来陪雪人。盛爱，你留下来陪宝玲，我先回去了。陈妈，陈妈，被那疯婆子看到了，谁会相信个疯婆子讲的话？何况他又不一定会说出去。马柱，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不能张扬出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那么沉不住气呢？韩翠，你醒来了？你回来了。是不是着凉了？大概是感冒了。顺孝，你记不记得马柱这个人？我当然记得啊，你们顺人还有火源从小不常在一块儿的吗？嗯，他是不是常到家里来？偶尔吧，记得家里有事的话总会找他来帮帮忙跑跑腿。有事吗？哦，没事。顺孝，顺孝，哎，你起来了。大嫂，怎么不叫韩翠陪你出去走一走呢？不用了。啊，那我就叫你妈帮你热点东西好了啊。大嫂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好了。哎呦，那种事情就让他们去做就好了。哎，外面太阳蛮暖和的，你就出去走一走嘛。天哪！刘家好像是小心的人性丛林，随时都有异样发生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喝杯温水吧。谢谢。韩翠，宝玲，雪人摔伤了，你也病了？可能前几天去医院给顺人探病，传染回来的。二哥，你疼韩翠也不用疼成这样啊，我和雪爱还不是天天去医院，也没有感冒回来啊。猜的吧。对了，韩翠，你不是从小就和雪儿很熟的吗？我是知道
世人在东京没有要好的女朋友，在台湾我就不晓得了。我问大嫂和宣爱，他们都支支吾吾不说，但是我直觉世人一定有要好的女朋友，不然他不会对我那么冷淡的。世人是有这么一点臭脾气，不过他不应该会有女朋友吧？真的啊？当然是真的。世人的糗事一五一十都告诉我了，所以他的事我最清楚了。不过，宝玲，男女交朋友要顺乎自然。爱情这东西是会捉弄人的，你不想理对方，对方却反过来追求你。可是我就是喜欢顺人嘛。宝玲，你不是马上就要跟顺人结婚了吗？那是爸妈的意思了。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，谁不希望在结婚前先和自己的丈夫先谈恋爱吗？班长，班长，韩翠，韩翠，你好一点没有？谢谢你，大嫂。早上量过体温了，还发烧的呢。哦，那我看你们都别去看顺人了。我这两天身体好多了。哎呀，我们去看照顾三哥就够了。是啊，韩翠，你没有嫁过来之前，我可是顺孝特别护士哦。是啊。就这样决定吧，韩翠留在家里，我们走吧。韩翠，你要多休息，多喝开水。我刚刚已经吩咐了李妈，帮你熬了稀饭和做了几道清淡的小菜。谢谢你。那我们先走了。火焰。我找你来，就是要你帮我送两件东西回老家。是不是有事不能去？不是。那是为什么？董事长，我……好，好，我了解了。你是不是故意要避开跟韩翠见面？哎呀，你心里不想什么，就不会有什么。是。这些水果啊，是从这边带回来的。都是顺孝最喜欢吃的，还有这个文件相当重要，请你亲手交给春眠。是。还有顺便要春眠整理一下顺人的衣服，顺人要到台北来疗养。是。王爷，你表现得很好，我很欣赏。哪里，这是应该的。董事长，那我先走。好。进来，大小奶奶，公司的江先生来了，请他在客厅坐一下。好好。什么事情要你专程跑一趟？董事长托我带一些东西回来，然后把这个公文交给春明，顺便再帮顺人收拾一些衣服回台北，因为他在台北养伤。顺孝跟大嫂他们刚刚走，大概不知道你要来。哦，那我再把公文带回台北就好了。王妈，去帮三少爷收拾一些衣服，让张先生带回台北。三少爷在台北疗养。三少爷的东西别人都不敢动，我不敢。那我去好了。
不起。我真的只想静静的看你的背影。你现在是刘家二少奶奶，是个好多话说不出来。本来我是希望用恨来激励自己往上爬，我做不到，因为还是那么完美。火焰，请你让我把话说完。从你嫁到刘家来那天开始，我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。我在工作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排斥，越苦我越逼自己不要想你，不要想你。可是想你本身那就是一种幸福。不要再说了，火焰。当初你嫁到刘家来是为了救我，所有人都不讲，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所有一切的压力，只是希望我能够因为恨能够有个出头天。我答应你，有一天我一定会出头。同时我也答应我自己，一辈子永远不结婚的等你。韩翠，我们俩曾经相识相爱过，那已经是一个分秒的永恒。可是今天你能够让我面对你，把我自己压抑在肚子里面所有的话全部都讲出来，对我来讲又是另外一个分秒的永恒。霍言，能够再让我握你的手吗？就像那照片上好老好老好老的朋友一样，可以吗？看遍世间缘缺。